你睇。时间到，来，我们的阿妹妈妈来请抉择。妈，先跟你讲拍摄，哦，真正讲的，你在厝的讲袂听，就是陈家阿跟你讲。啊，真正后摆，后摆你若讲有厝的什么代志，对，我甲阮某含阿明会做伙承担，对，真正妈，拜托，我们两个做伙。阿姨，对不起，可是我跟思昌相爱那么久，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那我也答应你，再到家里，我会跟思昌一起孝顺你，不会当一个坏媳妇。我就跟你友好。讲吼，妈妈，妈妈跟你讲，吼，一切吼，妈妈拢了解啊，吼，啊无，好啦，我和恁结婚，好，咱来等。答应您结婚，这句话大家拢真感动了吼。结果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了吼。妈妈最后也破解这个迷信。好，我们曾经碰过一个朋友说，他一直跟他妈妈，他年纪到三十几岁，跟妈妈讲，妈妈，我运道足歹，每一年我去用算命的时阵，安怎算就是运道足歹，嘛无法度结婚。我们对别人好的时候，想一下，这个好是不是别人真正需要的？好，加爱呢？对于今天，我是觉得老一辈根深蒂固的观念啊，就是说，其实他们就是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好。那其实我们晚辈可以做的，就是做柔情的诉求，或是柔情的沟通。那我想，再怎么样根深蒂固的迷信都可以破除。是，对。太好了，洪神阳，一个家到底是兴旺或是败亡，是靠人来决定，而不是靠宿命来决定。命定运可改，如果你有心的话，你的运会越来越好。加油！好，看到这样就是其实上的分手擂台，大家把事件说出来，说清楚，讲明白以后，大家来理解怎么样能够更好。更做一个更良性的沟通。今天看到这个结局，我们真的给他拍手了，有永远的祝福他们，也希望他们家一切都会顺利，大家啊合作啊，家和万事兴吼。好，今天我们祝福他们，也谢谢三位陪审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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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中，谢谢。